天为神女有无量威王与阎罗天子居意大利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乘鬼王、白无鬼王、血无鬼王、赤无鬼王、三阳鬼王、飞神鬼王、天光鬼王、狼牙鬼王、青眼鬼王、单手鬼王、福世鬼王、足豪鬼王、足国鬼王、足食鬼王、足财鬼王、足畜鬼王、足亲鬼王、足寿鬼王、足逆鬼王、足缠鬼王、足命鬼王、足忌鬼王、足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诺扎王、大阿诺扎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与百千诸小鬼王、金居阎浮提各有所知、各有所住、十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已大力在一面里。可是阎罗天子不归合掌拜佛为阎世尊，我等今真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以此大力大威仪式，我等破山离苦，我今有小仪式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我告阎罗天子，自无所闻，无为如说。是时阎罗天子站立世尊，即为是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恶度罪苦众生，故此疲倦时的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神通真实，愿诸众生脱魔罪报，为救世界有多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犹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众生何不以此善道用去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除。我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伏，十大菩萨与百千劫同头九八，如是众生着灵解脱，十罪报人乃至多大恶趣，菩萨一方便利拔除根本业缘，得前无俗世之事，自是阎菩提众生皆恶习中，玄出玄入，老死菩萨究竟解除恶错度途。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仙道，其仙道中多住夜叉，与五郎持之缘舍伏邪，如是迷人在仙道中区域之间即遭诸毒。由于持是多劫大树，善尽十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无逢迷人于今仙道，恶欲之言多灾难，自为何事故而如此路，有何益处能持诸毒，执迷路人无闻痴语，方知仙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持善持施，提携接受，引出仙道，灭诸恶毒，至于好道灵得安乐。恶语之言多灾迷人，自今以后不履世道，此路路者足难得出，不顺心意，执迷路人一生感中，临别之时只是有言，若见其知记住路人，若男若女，便以此路多诸毒恶，伤失性命，无灵失踪，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上人天中灵说妙老，是诸罪中之业道苦脱的处理，永不再离。如迷路人误入仙道，余生之时迎接灵珠，永不复入。奉见他人福却莫如此言，因是迷路得解脱经，更不复入。若在旅间有生迷路，不觉就曾所落仙道，不知是迷路多去地藏菩萨方便离苦，是灵解脱上人天中，愿又再入若业界中，永出地狱。
时额度归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归王悉数无量在阎浮提婆利人我尊坛人各个不同然是也报是我尊数有心世界多少善佛人家庭或成一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凶貌发生时乃至现一番一盖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度尊敬烧香供养一聚一集我等归往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持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别令为无不令恶是恒是恶病恒病乃至不如意是尽于此舍等诸恶光如门我曾归往身在身在汝等及小小恶业恶多恶趣者寻见
生中，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之生死时，如魔退世愿，众灵解脱，永得安乐，归往白婆言，愿不忧虑，我必是心念念，永不厌福，众生生世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心受我欲，无不解脱。我答利耶是佛告地藏菩萨：是大归王主命者，亦曾经百千生作大归王，于生死中永无众生是大师慈悲愿，故现大归身，是非归也。须有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皓月无相，如来皆明安乐世界明净住，其佛寿命故可及劫，地藏十大归。